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早上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今天的话呢是2023年的5月4号，礼拜四。啊，礼拜四，没错，现在是7:51。今天的话我们有早上有晨会，所以说呢，今天会有很多同学一起，很早来上班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外面已经有很多车子了，可以看到总经理的车子是第一台，然后其他的部分的话是我们其他同学的车子都已经到了，到了差不多了，大概有80%的员工都已经到了。好，那我的话应该算是比较后面进来的哦，因为现在已经51分了，我们8点钟的时候就会准时开始的。好，那看一下今天的早餐吃什么好了。好，这个早餐是可以期待，因为我平常没有在吃早餐，所以这种一个月一次的早餐对我来讲是弥足珍贵的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早餐呢没有在这边，好，可能要去楼上才看得到。哎，嘉哥早。早，吴宇早。好，我们这边呢公司都是哥姐在撑的，就是只要是男生就是哥，女生就是姐啊。所以说譬如说你的名字叫王小明，那来这边的话你的名字就叫明哥。好，那前面是我们的邱经理跟我们的阿伦伦，好，跟他们说一声早安。早早早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这样子，各位朋友上班愉快，拜拜。